夜和白天。说真光比阳光更加的刺眼。有没有那个灵魂在远方，也追逐着自由和梦想？有没有找到那一片神秘的海洋？去过远方就不怕流浪，受过伤就接受成长。又怎样？这世界不过是疯狂的温床。又怎样？如果生命再来一次，会不会不一样？会不会比这次更疯狂？会不会也散落在天涯？会不会像阳光照耀四面八方？去过远方就不怕流浪，受过伤就接受成长。又怎样？这世界不过是疯狂的温床。又怎样？受成长，又怎样？